行运设计师，有趣、有料、有深度。最近有网友向薄荷君反映，似乎强高了，SSR、Victory 等相继失效。那么薄荷君推荐一个名为"翻墙大杀器"的科学上网工具，这是他的官网，官网有介绍如何搭建。他推荐的是 Watcher，不过薄荷君用的是巴瓦工，系统是推荐了四个，巴瓦工上面对应的有两款。一个是 CentOS 八和 Debian 10。关于斑马工的注册购买，可以参看下方的介绍，我放在参考资料里边了，然后到本站查看。搭建过程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把对应的系统命令用 Putty 连接到服务器后，右键复制粘贴即可。我们打开斑马工的官网，注册流程请详细查看本期节目的简介。这里就不演示了，咱们直接登录。进入后台都是这样的，查看一下系统版本的 IP 地址以及端口。不是对应的话，请点击左侧的安装新系统，使用 Debian 10了。这里，等待安装完毕后。复制 IP，运行 Putty，输入 IP 和对应的端口号。在 Putty 里面输入 root 密码在后台。复制 root 密码后，再去大杀器网页，复制粘贴命令即可。等待安装。速度还可以。先复制提示命令重启大杀器。之后去大杀器官网下载客户端，再用命令框输入提示里面查看的密码，就会出现一系列端口和密码，对应输入到客户端即可。节点地址就是你的服务器 IP 地址。
随后，咱们打开 Internet。点击设置，选择 Internet 选项，点击链接，打开局域网设置，勾选下方的选项，之后在地址输入127.0.0.1，端口输入3128就可以了。设置好后，打开 Google 试试。OK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再打开 YouTube。也没有问题。随便点开一个链接看看。没问题，其他客户端的都可以前往大闸蟹的官网查看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